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我是上水中心黎家角分行的 Amy， 今次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上水马色路的王府山。咁王府山咧总数有八座嘅新鸿基发展商，而家同大家介绍一下周边嘅环境设施配套啊。今次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单位是一个实用791尺的中高层的 A 单位，现在跟大家看一看这间屋的内容。打开个门就看到一个长方形的厅，左手边就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厅的景观望出去都好开扬。露台望出去景观开扬山景、城市景，望住梧桐河。其中的一间客房，业主将呢间原本的工人房咧就转咗一个，打通咗，咁咧就更加显得呢间房嘅空间。另一间客房。这个是一个客厕，我们来到主人房的位置，厨房其有个光厕，主人房可以三边落床。还有一个衣柜的凹位，环境非常之清幽，望出去景观一样是山景和梧桐河景。